纪录观点，人四年后，搁再来精选底片。今年总共有六部少年导演创作的纪录底片入选，有透过镜头记录家族啊，甚至是死亡和精神病因为作品，要用新时代观点来看白色恐怖历史纪录片，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最近啊，我后日都要来去三条路，要拜宝公。海口的风景加上阿嬷少年时阵的相片，这是今年入选纪录观点底片影展中其中一部台语纪录片。透过纪录导演阿嬷的生活，呈现农村女性的坚强。公司纪录观点让四档过来征集底片，今年总共有六个作品入选。有私密的主题，亲像讲农村女性、自杀者遗嘱这款的家庭故事，和观众透过私人纪录去看无同款的家庭问题。我是以想要去跟他道别为出发点，但是真的去拍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我跟我妈妈之间的一个对话，因为我们是那种关系比较疏离的母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透过好几次的对话，然后慢慢去了解他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这样。另外，也有白色恐怖这款大历史的题材，长期关心无同族群白色恐怖经验的纪录片导演黄信军，佮伊研究所的同学施玉仪，用镜头记录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后代遭作歌手无友，透过受难者第二代追溯爸爸的过去，导演希望带观众看白色恐怖下时代的影响。阮是感觉讲，盖洋以后已经过啊三十几天啊，不过即马讲有。很多家庭都其實有受到白色恐怖案件的影響，所以我希望說沒有這個紀錄片可以讓大家知道白色恐怖的傷害還是影響其實有 很大。不管是私人紀錄、社會議題或者是歷史題材，主辦單位表示這次入選的作品都是少年紀錄片導演拍的，主題不同，不過同樣都是台灣少年紀錄片導演新時代的創意和觀點。記者王可選、柯秉哲台北報導。